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会当救台湾。澎湖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来，我相信是大。咱即马倒转来第三段，又按甲咱吴国安老师哦，咱拄则甲咱介绍遐济鬼，还佫有哦，台湾哪会遐济鬼啊？还佫有哦？50几只。哦，50几只，还佫爱介绍较紧嘞。嘿，还无强要介绍袂完。啊，过来吼，吊死鬼。嘿，啊，着人吊刀自杀。吊死鬼吼。就是要让人吊头的那个鬼就对了，吊头吊头的鬼，吊死鬼哦，我刚才捌看到。啊，我就讲吼，有真久啊，我20外岁的时阵吼，有一摆3月半夜才去看电影。啊，看电影看煞了后出来，已经12点外，啊，行看到阮遐消防队，伊边暗蒙蒙边一排了，向路顶是我小小的呢吼。啊！咧看到有一个人，哎，举一支德哥吼，啊，摕起迄个消防队头前迄条啊，他搞作答，哎，我看咧，啊，我是讲迄是啥人，搁有人叫我跟我起来看觅咧，无伊啊，无，我就伫咧，啊，我心肝家己我起惊，啊，我就离开啊，啊，我就离开啊，安尼就煞啊，我过当日点吼，过当日。阮庄的有一个叫李重刚，去吊住阮的后壁，都消防队后壁，迄国民学校的一张大长签。就安尼，啊，我就想我是讲，哎呦，迄个咁就是吊死鬼啦。咱的观念啦，吼。这是故事尔啦。对。咱的观念是讲，迄个人要会去吊死点吼。唔是家己会想讲要去吊，我就是有迄个吊死鬼咧。垃圾咪啊，垃圾鬼，垃圾咪啊，在家己催促。那个作弄那个迄类，伊家己吊死就对啦。啊，这变讲吊变自杀啦吼。咱台湾对这个代志点吼，无啥有讲有变一个小问题。日本今仔日报告，日本去年自杀的吼。11,140人，那也遐济人。11,140人，统计结果讲减去年减20%。欢喜讲减20%。日本人自杀嘞。啊，去年就搁较济人自杀。搁较济人。大概自杀的原因吼，就是讲啊，老了破病啦。啊，过来就是无钱生活歹啦。啊，过来厌世啦，吼。过来就是工课拢袂顺利啦，经济起问题啦。啊，其中吼，伊分析结果，其中查甫的吼，占10,000人以上。哦。查甫的占10,000人以上。查甫较济就对啦。查甫的自杀率较少。啊，咧日本咧研究这个问题，日本一直对这项问题吼有足下咱咧注意的对啦，所以一直减少啦。啊，咱台湾对这方面点吼？唔捌听讲安怎？咱这边哦，唔知安怎呢？敢那足济迄落对啦。啊，变啊时代啦，就是抗几年啊，抗6年、抗7年迄阵啊。哦，我唔着2000年地动了，我去山顶嘛。啊，我就是讲咱家己人进行妥当啊咧。啊，结果抗6年、抗7年，我转来时阵啊娘喂，路啊在乱迄个红衫。啊，过来，一天哦，24小时拢曝光哦，一个查某人活袂落去哦，去带囝去跳水哦，带囝去火烧咯，都安怎安尼哦，啊，都足侪敢那吼，规天足侪人自杀安尼，哦，我安尼想讲嘿，讲有人迄落老母吼，啊，一手牵一个，啊，完啊去堵水安尼是，啊，我讲讲啊，迄个毋着我较早就是捌安尼嘛。我就是两个囡仔手牵的，想讲遐歹命活袂落去，迄落。袂使讲你啦。你是记得够大嘞，自杀是犯罪嘞。对啦，就是讲行到一半时阵，阮囝讲哦，妈妈，我足寒的啊，遐冷安尼。我才忽然间醒过来讲，啊，迄落基督教徒袂使自杀。自杀了后吼，迄个我的灵魂哦，永远不得超生安尼啦。吼啊，我着迄落会记互相地甲我接回安尼。啊尾仔吼，我着安尼醒过来了，我着想讲啊，无爱死啊安尼。啊尾仔我毋得写我迄本册，台湾的查某囝写迄本册讲吼，
爱鼓励大家哦，卖讲当袂当，就去自杀安尼。啊，所以讲人爱讲要自杀，确实有影。我前两三日咯，我家己哦，安尼感觉讲人安尼哇，甲安尼足杂个，爱头拢担袂起来安尼哦。但是我无死袂煞，一直想讲我无死袂煞。啊，但是我无爱我个囝伫个世间，留伫个世间咧食苦。我无死袂煞，伊搭迄个念头啊，敢若有人迄咒语安尼，搭家己擦啊，伊搭家己擦安尼。我有迄个经验嘞。所以咱个社会应该对这方面爱较注意啦。啊，可能就是政府吼无爱去发表这个代志，这个代志关系着讲啊，社会好歹、政治好歹就对啦。对啊，啊，着迄阵啊，阿扁啊时代着安尼，若有一个自杀嘞，着一波再波，一波再波。啊，等到马英九起来了后呢？我自殺的講未使報啊！啊，講聽講馬英九起來了，頭一波伊迄個股票大落去的時陣，講迄個甘道大橋遐，人講一個人跳落去啊！司機啊，我明明看伊跳落去安尼啦，講去估的時陣，內底閣有兩具屍體，安尼。无啦，这个自杀哦，日本的社会嘛，无讲媒体也无讲一直去报讲迄人自杀，迄人自杀啦。不过政府的社会局啊，啥物就对啦吼，都应该注意这项，来做一个统计来改善就对啦。对对对，咱是安尼想啦。对啦。哦，啊，过来咱来讲咱的鬼啦。哈哈哈。哦，过来吊死鬼了，有一个未见效鬼啦。这未见效鬼，这未见效鬼偌济嘞？你敢知？可能人类内底未见效鬼是阮上济啦。第一名。排行榜第一名。对，未见效。所有的吼，你咧应该家己感觉见效的时阵，啊，就无感觉见效吼。系啊。嘿，后头未见效鬼啦。啊，都迄个玉琪兄弟，我个节目中，伊就讲迄个人不要脸啊。连鬼都怕的啊！伊就安尼在讲啊，都咱未见未消的代志，拢没有廉耻心呐、啊，迄就是未见笑鬼。未见笑鬼，啊，过来吼、哦，咱有一个，包括我不要解释，我就不输鬼。哦，不输鬼我知影，老不休。不输鬼无一定老不休啦。对啦，不输鬼啦。就是讲啊，这个人啊，裤啊咧穿啊无好势，脚掌我看看到咧，不输鬼嘛，不输鬼啊。嘛是啦。啊，这个不输鬼的吼，真侪年以前吼，是这个自日安保，都有提出来议论啦。下两天慢慢在讲这个不输鬼的，我讲不输鬼就是安尼，不输鬼就是不输鬼，今仔日可能无法度讲用汉字来写，不输鬼。不是鬼。不输，啊！为了写个唔是鬼啊，不输鬼个不是鬼啊！我讲哦，迄天唔到屏东有一个新闻报道，屏东有一个仔仔十六七岁啊，尔去学一个迄啰，四十六七岁的迄查甫人，给骗来台北，吼啊，迄啰安尼，啊，结果哦，人迄边啊人讲啊，迄不输鬼，迄个查甫人不输鬼啊，迄种样讲个不输鬼。不输鬼应该就是讲话做不要更小。嘿啦，好。啊，不要介绍，啊，这不要介绍，台湾话是安怎啦？或者不输鬼啊？系啊，对啊。啊，我安尼想啊，要安怎？啊，迄个四是，无错，输，伊是输，哎，不输鬼，不输鬼，啊，不输鬼，迄个输是安怎写？真正都唔知啊。咱都知，或者不输鬼啦。不知啊，输就对啦。不输鬼，哦，就不输鬼啊！啊，过来哦。过来是。你这世间你上惊啥？上惊贪心鬼。唔是啊。世间人讲惊鬼啦。鬼啦，定啊，西公嘛唔惊啊，西公了咧惊鬼吼。对，善鬼人上惊。哎呀，就咧讲我啦，我人上惊我啦，我就知影，足侪人足惊我，就是因为我善食。善鬼所有人拢惊。包括善人，家己嘛惊迄个善鬼，吼，善鬼啊，大家善鬼，上惊迄个善鬼，吼。啊，善鬼的迄啰小队，就是真鬼。对啦。系啦，伊有钱。无一定啊，善鬼真鬼，无得个嘛会善呐。哦。愈善愈爱钱啊，真鬼。无一定啊，吼。即马是讲即个善鬼啦，吼。啊，善鬼相对有一个恶乐心啊鬼。
嗯，俄罗斯，嗯，俄罗斯啊贵，嗯嗯，俄罗斯啊贵是歹心的，心肝歹，最毒的，心肝歹，咱台湾话讲叫做俄罗斯啦，哦，哎对，哦俄罗斯啊贵，哦，嘿，啊，啊过来，啊这个肉卡贵，嗯，啊肉卡贵，肉卡贵，都家咧讲德国贵，历史，一百贵，什么？一百贵，一百贵啊，啊唔着油煎。用这三六目睭咧，哦，欢喜啦！这三六目睭，这一目鬼啊！哦，一目鬼，即马无特别咧讲啥物人啊，是实是讲有一款幽灵，一款鬼，伊个来一粒目睭尔啦。哦哦，一粒目睭啦，一目鬼。嗯，哦，一目鬼啊，过来是鸟仔鬼。鸟仔鬼当然是讲鸟仔吊树头。死鸟吊树头，死狗放水流。死鸟吊树头，即嘛是鸟仔鬼吼。鸟仔鬼，即是咱台湾内底吼有相通的一种文化传说啦。有一项就是讲，即个鸟仔吼，鸟仔死了，你甲吊树头，吊树头讲，若去断了什么死日啦，断了什么日骨精英啦吼，伊就会变鸟仔鬼啦。会变鸟仔鬼啦。啊，过来过一个传说啦。恁在咱台湾人的惯例啦吼，那人来过身吼，啊，鸟仔关起来，鸟仔关起来，袂使吼鸟仔走去迄个观察顶观察，去甲跳过，还是甲迄个迄个尸体甲跳过？讲那吼，迄只鸟仔跳过吼，哦，迄尸体会变僵尸啊，会变僵尸。恁台湾传说是安尼啦，所以僵尸甲中国僵尸无共。僵尸就是咱遮的僵尸，是叫鸟仔跳过。哎，鸟仔跳过了后，待伫个内底变袂烂。变僵尸安尼对吼？啊，中国的僵尸毋是安尼，中国的僵尸吼，伊是因为伊入土为安。嗯。哦，咱台湾是石骨族，捡骨的啦吼。就捡金的啦。捡金的所在啦，所以咱台湾人若过身了，随便一堆都可以给。该带落去了，带落了后，譬如讲，伊若要离开迄个所在，三年两年要离开个所在吼，伊会使哩该洗骨吼，该捡骨，搁摕倒去故乡葬，摕别个葬。咱台湾诶，即个历史安尼对啦，即个是款太平洋洗骨葬文化，即个嘛葬文化对啦。你较早咱初初诶时阵，你来讲诶时阵有讲着。对啊，但咧中国就无共啊，中国是入土诶啊。所以伊就安尼带落去，都袂使活起。所以因的人呐，为了出外去死到外口的人了啵，伊就是无带。哦，带落袂使阁摕起啊，所以就无带。个，有想讲有一日，若有机会要摕转故乡。啊，你唔着讲怎个只话白仔囝就是安尼。亲像安尼就对啦。伊无带用下落犁头几偌济安尼。对啊，啊伊因着讲伊个寄，啊从来拢寄是迄个庙师啦。嗯。寄庙师，啊寄庙师吼，啊寄庙师，比如讲迄个人伊运气若较有趁钱，有钱伊就较稳当因。嗯。啊若无钱咧，啊如果等大下。啊，等下无人看到变僵尸啊！啊，变僵尸，所以讲伊咧又发生一种讲，把伊个僵尸赶登去故乡个迄故事啊，来赶尸啊！迄僵尸吧，对啦，迄是僵尸赶尸，诶，毋是咱台湾的文化，对，毋是咱的文化，甲咱无共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讲这个鸟仔鬼吼，啊，过来耳孔鬼，耳孔鬼。耳孔鬼听有无？我捌听爱讲哦，人迄落诶。耳报，因耳报神啊，讲迄有一种的，迄落饲迄个小鬼吼，啊共算命吼，啊讲伊叫迄个一个小鬼吼，啊去转来讲，甲伊的迄落耳仔遐甲伊报讲，哇，迄人着安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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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迄毋是，迄你咧讲，迄个当然讲是相思啊。哦。相思啊，迄毋就是小鬼是中国话啊。嗯。啊，咱讲相思啊，哦，即摆咧讲即个耳孔鬼毋是。耳孔鬼就是你耳仔安尼，逐摆叽叽迄个闹啦，叫啦。耳孔鬼啊，惊惊叫啦。耳孔鬼啊，会记哩。耳孔鬼啊，啊，即耳孔鬼啊，有一个故事啦，吼。嗯。有一个故事啦。嗯。我一家己的时阵吼，有一个人讲，讲地顶迄个咱讲叫布洛克啦，那个布洛克。什么叫布洛克？布洛克是 helmet 啦
迄种就算迄落较早吼，无咧探险，咱常常是探险，还没看到啊，伫顶咱迄落，咱工会迄落。敢若类似迄落日本时代足侪，咱的安尼记心术，拢第一款的。第一款啦吼。嘿。哦，有一个人伫迄一顶迄落 block 啦吼。嗯。啊，骑自行车啦。啊，骑自行车，三暗时骑自行车，我惊一个，啊，较矮身躯边拢安有鬼啊，吼吼叫啦。嘿。吼呀，惊啊！自行车。拉较紧嘞，我拉愈紧，愈紧，哎，迄个鬼啊，愈大声啦，愈大声。哦，我行一半死，等到四点哦。嗯。哦，啊，要等到是讲一直走，一直走，走走，啊，走无就伫迄个帽啊，煞落去啦。嗯。啊，迄鬼啊，煞无去啦。嗯。原来是迄个落雨，见到风会哮啦，会吼叫啦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这时间鬼啊。嗯嗯嗯，好啦，时间鬼啊了后吼。留一寡鬼吼，然后后礼拜咱阁介绍较详细的安尼啦。即礼拜咱就甲介绍到遮就好，好好无？即摆介绍到耳光鬼啊？对啊，差不多介绍要到二十外个啊。系啊，啊这还阁介久长嘞，介侪鬼啊！台湾遐那遐侪鬼安尼吼。好啦，安尼咱啊，就后礼拜再阁见面啦。